双十国庆前夕演习意外，金门战车翻覆，边坡起火，士兵一死一重伤。印度媒体介绍台湾双十国庆，却遭中共大使威胁，引发印度媒体人强烈不满。美国副总统辩论登场，当彭斯谈到中国问题时，中共竟切断国内直播讯号。川普表示染疫让他因祸得福，得以亲身试验药物，而中共必须为此付出巨大代价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